无论是物质生活，无论是精神生活，要知足，知足你就得自在了，生活享受无需要去追求啊，因为在物质生活上去追求的，没有不造业的，没有不折福的，纵然你有福报，福报要在这里折尽。如果我们把念头转过来，为众生造福，为社会造福，完全不为自己，那就乐在其中，那真乐。为什么呢？为自己有得失，得失苦啊，失固然苦，得也不快乐，得到又常常忧虑，不能保住啊，这叫患得患失。没有得到的时候拼命去追求，追求之后又怕失掉，那个心很痛苦啊。我为社会为大众，不为自己，自己没有得失。换句话说，成大众有福，我们很快乐；失败呢，不成呢，我们于心无愧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。缘不成，大众没有福报，不是我没有尽心尽力，是心安理得嘛，没有不自在。所以这欲是欲望啊，这个要知足。物质上的生活，精神上的生活要知足，晓得回头，不必越分的去希求，最好不求，一切顺其自然，那个福报是最大的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里面没有贪求，没有希望，有希望就有失望啊，就很苦啊。所以没有希望，有愿望没有希望，愿望跟希望不一样。愿望里面呢，没有妄心去求，是让它自自然然圆满。希望是有一个妄念在求，求它赶快现前，那很痛苦。我说，求不得苦啊！有希望的人啊，就有求不得苦。他希望越多啊，求不得苦就越多，就这么来的。所以要无求，知足无求，欲就如意，你的生活就自在。欲如意足就是知足，精进如意足就是常乐。这两句就是知足常乐，唯有乐呢，你才会精进不止啊。假如这里头没有乐，你怎么可能去精进？换句话说，你在修学上一定啊有体会，有领悟，你就有乐趣了。这在羞耻上，精进的人一定快乐，快乐就是精进，常乐吧。这个乐不是从外面来，是从内心里面发。《论语》里面第一章就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悦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，悦是喜悦。我们佛门讲法喜充满，喜悦是你自己修行有进步，有收获，内心产生的喜。心如一足，心呢也叫做念，心如一足，有的地方叫念如一足。念是什么呢？跟你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呢不会失掉，这叫念如意足。如果正念失掉了，这不如意，这有欠缺。正念就是禅定，在本经持名念佛的法门上来说，这个念呢就是念佛之心，二六十中心里面有佛，这就是念如意足。
心里面有佛，你的心清净，你的心是佛心。心里有佛嘛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念佛的念法告诉诸位，念佛之人在念佛的时候必须是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。诸位要记住这两句话，如果能够在二六时中一天二十四小时念念都不忘，你就得念如意足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，净念相继啊，念佛之念是净念的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为什么呢？你心是佛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一句阿弥陀佛，原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可见的你是所有的法门，无量的功德，一念当中啊，圆满的都包括了。他怎么不如意？怎么不满足呢？知足就如意了吧？否则的话，愿望没有止境啊，那个不得了啊！你怎么可能如意呢？精进常乐，所以说知足常乐，念如意乐，念是心安呐、啊，心定啊，安啊。慧也是理明白了，心安理得。这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不容易，但是。你要想真正有成就，一定要努力去做，要知足，样样都知足，知足就不会再攀缘。所以知足啊，你决定得到快乐。理明白了之后，心一定是安定的，心定。知足常乐，心安理得，成就业心。不退菩提，我们要修这个。一个修道的人呢，一定要做到这四个条件。你能做到这四条，你那个佛号一定念得好，一定得灵。今天我们讲我们的佛号念不好，我们的妄念扶不住，那就是你不知足，你常常苦恼，常常忧虑，患得患失，你心不安，你理不明白，所以你这句佛号念不好。真正做到知足常乐，心安理得，那佛号怎么会念不好呢？你的生活怎么会不自在？怎么会不快乐呢？一定是非常快乐。这样才能够修道一心，才能修道不退转。